你们会漂移吗？漂移就是能控制住的失控就叫漂移，但是你控制不住的失控就叫甩尾。这样打个油不就滑了吗？你把轮胎拆了不就滑了吗？还打油干啥？哎，你有驾照吗？我没有，没有。你去当那个路桩，对，站在中间，我们围着你飘，拿个旗子。今天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陈老师完整的带回来。黄景瑜走路都怪怪的，这两个臭美男。哦，酷！这么酷吗？嗨。你在打电话？什么？外卖送哪儿去了？知不知道？他在接单，他在接单。哟车模，快让我上车吧！三位老师戴头盔了，准备体验了。我要戴吗？要啊。我先看你们体验呗。有一台车帮你准备的，体验的也是中国冠军。什么？对。哦，你坐副驾驶对不对？大家一块儿开吗？对，一块一块，三台车一块的。哦，那我就坐有什么？我不怕死的，其实。明显就很怕。没有，我不，就是还好。S 弯就是惯性漂移是吧？对。下雨了，感觉速度上不去。好滑。对，好滑。咋样？难受？我不想再坐了。感觉晕车了是不是？啊。是好滑。啊，那你开慢一点吧。Woo!